美颜滤镜下的王源忽胖忽瘦，精修图中的他帅气逼人，有灵气。近日，迪丽热巴和王源同为北京春晚代言人，而受到了不小的关注。两人还出席了北京卫视春晚发布会，但在直播过程中就发生了一件很搞笑的事情。有网友发现，在美颜滤镜下的王源忽胖忽瘦，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因为美颜的前提是对准了五官，而镜头面前的王源有左顾右盼以及低头的动作，在这些动作发生的情况下，五官就没有被捕捉，为此呈现出来的就是王源真实的状态了。由此可见，这一次加的滤镜带有瘦脸的功能呀。此次出镜，王源看起来状态很好，五官依旧眉清目秀，很有灵气，长相也是帅气逼人，和迪丽热巴站在一块的他就像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弟弟，一举一动都带着少年人的朝气和沉稳。在上一篇的生图中，王源的大长腿还是很吸睛的，穿着黑色裤子的他尽显纤细笔直的美腿，看着有点太瘦了。此前王俊凯曾在采访中表示，自己为了减肥在饮食上很克制，不知道王源是否也这样。不过王源如今的身材太瘦了，还是希望他多吃一点。少年人目前尚且处于发育阶段，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营养，就算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呀。你有被这一次出镜的王源给打动吗？快来为他打call吧。